보더라. 等一等，谢谢。哪儿去？去换衣服。到厨房换。一万。是，船长。快，衣服。好，船长。我不知说了多少遍要当心。哎，没什么。我刚刚离开了五分钟就。快快，天很冷。探巴字母送到舱里去了，差一点他就完蛋了。他怎么样啊？好些了，可他喝了我半瓶多酒。我年轻的时候乘一条小船在加勒海峡那儿，我曾经从海里救出一个土耳其人。什么？土耳其人？可你知道他是怎么谢我的？他说谢谢阿尔巴尼亚崽子。我说救了你的命你还敢骂我。请原谅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贝德老，我的一只鞋掉到海里去了。今晚上你就穿一只鞋去见你老婆喽。啊，那我再去买一只吧。不对，该买一双。幸亏你救了阿字母一条命。他在船上那么久还不会游泳啊，真是怪事儿。不，他会游泳的，不过今天他受到个意外打击啊。我去给你拿双鞋啊。不用了，就到家了。哎，忘了问你，什么通知你没有？今后你调到我们这儿来。对，后天。是我们要求把你调来的。你们船长很可爱啊。布兰啊，布兰，你的衣服。哦，谢谢你多莉。明天让阿字母给他的救命恩人买双新鞋。你算了。哦，贝德罗，踩我脚了，来这边走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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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